奇怪，以前来这里的时候没感觉到气候变化，务必小心。难道是因为我习惯了南方的气候？你找到了吗？ 兄弟有话好说，别用剑吃我！为何跟踪我们？不是跟着你，是跟着他。小青，救命啊！阿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先救救我！这位兄弟凶得很。又是你。
他不是敌人，放开吧。这么巧，你也到这里来了。嗯，我来找你啊。我是来办正事的，不能陪你玩。我也有正事要办啊。你好不容易独自下山一回，我想着没人能拦我借你的。还有我，嗯，桑游。 你平时去仙侠派瞎胡闹也就算了，这次我们有要事在身，你可不许添乱。哎呀，月姑娘，你就不能放过我？哎呀，阿尤，你快回去吧，让师傅知道你私下找我的话，又会生气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么远的地方，你是怎么跟来的？我那什么。 又开始飘雪了，我们先赶路吧，万一暴风雪再来，不知道又要等多久。桑游，我劝你还是……啊，人呢？算了，走吧。啊，这就走？那阿尤？他一向神出鬼没的，用不着担心他。嗯，好吧。 不可姑息，师弟，先停一下吧。剑幻风光，看来破这个法阵需要针对其弱点。否则，再大的力可有办法破除？嗯。
这冰封阵应是依托于源源不断的寒冰之气，因此无论怎么破，冰属水，风雷水火土，雷克水，如果用足够强的雷灵之力击之，应该可以减缓缺口。青妹，我让巧灵施以雷术，你用雷灵符一起注入师弟剑中。师弟好。月姐姐，我雷灵符准备的不多，大概准备开始的话就趁现在，快！啊！谢谢月姐姐。这地面很滑，你小心。金生，有危险。
终于结束了。安全了吗？武器永远不散，应已发现我们。谨慎前进吧。结束了，晴妹，你竟然不害怕？怎么会？我从小就喜欢在冰面上玩，真想再来一次呢。晴妹真是厉害，我刚才心都快跳出来了。路被冰壁挡住了，要再用一次雷灵之力吗？不用挡，冰壁附近有冰晶矿堆，可以请秀大哥催动散落在周围的小矿石，使其撞击矿堆，矿石中的灵力会在剧烈作用下释放，从而炸开冰壁。好。破碎后，有天光照进来了。我还以为是山洞里结的冰，没想到这整个洞窟都是冰雪所造。姐妹，按照之前炸冰壁的方法，如果利用两块小矿石相互撞击，是不是也能有同样效果？这可以一试。
月姐姐，刚才在山道上攻击我们的冰锥，会不会是冰仙兽召唤出来的？应该是了。他的脾气看起来不太好。冰仙兽前辈既为山神，必有此地百姓，想来是把进山的陌生人当成宵小之辈了。等见面之后，我们表明来意，我想前辈就会理解了。小矿石，我们让雾去取吧。这是神将啊！被听到了。滑了。
下不去，找找其他可以通向石塔的路吧。Thank you.
姑息。中了，巧玲也发现了呢，看来冰仙兽就在前面。来者何人？竟能通过阵法闯进来？冰仙兽前辈，晚辈来此地，是想求见于您。叫我山神。是，山神前辈。好，能走到此地，多年来你们是头一个，有点能耐。求见本山神，所谓何事？说。晚辈为明术门弟子。你再说一次。山神的态度为何突然变了？山神大人，在下是明术门的弟子，今日前来是希望得到您的助力。明术的贼子竟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滚！山神竟是明术门，他依旧是仙族的那只玉灵，他为何如此愤怒？山神大人，晚辈只想得到您的协助，若我们哪里做错了，还请告知。您不是同本门仙祖共修多年，情谊深重吗？为何心口雌黄？犹记当年他与我等仙灵兽约定共修，共享灵力，仙灵兽各族何等信任，没想到后来说的不孝贼子贪得无厌，竟然暗中对我等下束缚之术，从玉灵身上强夺灵力，妄图加速自己成仙，将我等视为修仙的祭品，玉灵的性命根本不闻不问。我在那贼子手下被压榨数十年，忍气吞声，终于等到他走火入魔而亡，才得以重获自由。什么？共修多年，情谊深重。可笑！贼子们真是有脸，将史实黑白颠倒过来。如今，你竟还有脸来求我的帮助？明叔们。过去
月姐姐。小晴，你们快出来！月姐姐，我们还是不要惹他了，快走吧，啊，好吗？此兵库与冰先生得天独厚，不宜久留。好，我们走。这就对了，滚远远的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月姐姐，冰冰就要合上了，你快过来。山神前辈，您解除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。明术门曾风光一时，但突然迅速衰败。门中传说，是世间仙灵兽再难寻觅，才令明术门式微。我却一直无法认同，隐隐觉得另有隐情。但门派凋零，派中秘心多已失传。这个疑惑伴随我多年，没想到竟是如此，谢谢你。方才您提到了束缚之术，巧玲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是我的家人，我不愿意使用这种法术来对待她，还请您教授我解除束缚之法。哦，我自幼学习明术门的术法，却不知此为束缚御灵之术，强取豪夺非我所愿，过错已犯下，我只希望可以亡羊补牢，还望山神大人成全。哼，果真如此，自是最好，一切听好，然后照做。脑海里直接传来了声音。万物有声，通玄其名，以无之间气化空明之刃，斩无相桎梏，断无形枷锁，御灵归附，命气乃除。这样就好了。是本山神小看你了，明术后人，灵兽族幼子，你已自由了，日后本山神会照拂于你。什么？你不愿离开他？灵兽族幼子阅历太少，无法分辨是非，速来本山神这里。去吧。山神前辈，您这是何意？无需多言。师姐小心。Thank you.
猛张，灵手族幼子，你竟如此想要保护他吗？巧玲，多谢你。我明白，我们并肩突围。雷灵中而生，能克制本山神，但本山神修为远高，万不可能再次输给你。丁先生，前辈，晚辈愿意为您出战，弥补一切过错，请前辈息怒。纠缠不休，莫怪本山神无情。有几番本领，区区先生。还不速速离开！我们到兵部后面。哎，师姐小心！须知道，弟子。去，不打了。感谢山神前辈手下留情。哼，你又知道本山神留情了？晚辈修为浅薄，未葬身于此地，自然是您留情了。是，也有你帮忙的缘故。哼，我是看在他的面子上。小家伙，他真的待你如家人，从未有负于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月清书。明术门现如今还有多少御灵和弟子？本门现在只有掌门，一只御灵，一名，两名弟子。明术门的衰败是咎由自取，没有御灵，就算招到神族弟子，不过是摆设。晚辈已知晓往事，从今以后明术门必定会尽力弥补过错。那你可愿意与本山神订立契约？啊，愿不愿意与本山神订立共存的御灵契约？谢前辈。这可是不带束缚之术的，若是让本山神失望，山神会随时离开。怎么没动静了？千万不要出事。还有其他办法再破一次密闭吗？我晴妹，轻点，被寒气伤了。我看看，没事，
我只是灵力耗费太多，有些虚而已。冰封阵竟然被连破两次，看来我还得琢磨如何改良。山神大人，我乃上古仙灵兽哈战士也。下山再说吧。修兄弟，月姑娘你照看着，我和小晴先去熬点药。照顾。需要确认她是否平安。照顾。